院长官，你是第一个战胜我的人，输给你，我心服口服。承让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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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的脚下。看来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把江城的中共彻底剿灭。长官，请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来，英子小姐，我们干一杯。投奔了中共，本来上一次他应该和袁天杰一起被我们抓获，可他却运用了一个微型炸弹而逃脱了。他是留苏回国的爆破专家 Lisa。 高端最精良的高科技武器，现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缺少这种高危的爆破武器，而这个 Lisa 就是制造这个武器的唯一人选。老何，我们现在讨论是怎么营救袁天杰，这跟野川兄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你还想让野川兄把袁天杰给送回来？凌霄，你先别急，等老何把话说完啊。既然他们有袁天杰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野川兄呢？既然我们直接找不到袁天杰，那就设法抓住野川兄，再用他来换回袁天杰。用野川兄换袁天杰？对，这倒是个办法。不过野川雄是个专员，我们想抓住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所以啊，我们需要好好的计划一下。
这里的防守非常的严密，我们要想在会阁里擒住野川巡，基本上没有可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诱出来。 又容易，像野川雄这样身份的专员，一出门就前呼后拥的，绝对不可能有落单的时候。想要绑架他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再难的事情，也会想出办法来。走吧，姐姐，来，过来让我好好看看。 真好看，这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和服。没想到你穿起来竟然这么合适。姐姐，你对美惠子真好。来，坐下说。姐姐，是你救了美惠子，美惠子以后要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你，我就是你最忠诚的奴仆。美惠子。 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其实有些事情我早该告诉你，可是我一直都不忍心。姐姐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 我们要想进入双龙会馆，劫持野川雄，几乎没有可能。那我们怎么才能把他诱出来呢？野川雄这一次特意从沈阳来到江城，肯定不止为千面魅蝶颁奖这么简单。他一定有其他的阴谋，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小心，处处谨慎。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诱出来，但是必须要冒点险。林霄。 你有什么办法？野川雄既然选择双龙会馆为居所，那就说明那个位置肯定很隐秘，而且守卫安全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制造点危险，让他感觉那里不安全，他才会离开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给他制造一点事件，让他主动的搬出来。对，我们给他来个敲山震虎，把他给震出来。敲山震虎。
其实袁仲君一直都不希望你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漩涡，可是我真的不忍心，我不忍心看着你，看着你，看着这些一个个亲人爱人离开你，而你还被蒙在鼓里，所以我必须把真相告诉你，我要让你知道梅惠子那些鸽子，林霄，你是不是想到了引出野川雄的办法了？快说说。就用他们。怎么，鸽子找到了？行吗？放心吧，我们只需要用这个小炸药把野川雄吓住。我们能不能诱出野川雄，就看这几个小家伙了。可怜的小鸟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
你怎么也来这儿了？林先生，银子那个女人，她不是人。命令，影子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中国人的训话。这个过程是漫长的，也是艰难的，但是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值得的。长官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鸽子身上装了东西吗？没用啊。什么东西？长官，你认识他是什么吗？这么精密的仪器，我暂时不能确定。不过这么放在鸽子身上肯定有问题。长官，我马上去查。好。袁先生，我们一定要逃离这里。我再也不想去慰安所了。我一定要逃离那里。小声长官，根据专家鉴定，那是一枚微型炸弹。具体的数据。微型炸弹？是，居然有人利用鸽子携带炸药，真是太危险了。这么精致的炸弹，难道说是出自我们要找的那个爆破专家丽莎之手？很有可能。据我们了解，此项精密的技术只在世界上几个先进的国家才能掌握。
还做了定时。爆破时间今晚11点。11点。这么说，中共要攻击我们的时间，就是11点。是。李子，做好反击准备。是。齐天少尉。嘿。院子里所有的鸽子进行检查。嘿。起吧。我是该叫你凌霄小姐呢，还是叫你 Lisa 博士？那我应该叫你芊芊小姐呢，还是英子小姐？真有吗？请吧 ，Lisa 博士。
天杰，袁天杰，舒晴，老何，我回来了。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一向是亲善友好的典范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对我们有偏见。你别惺惺作态了，我今天落在你们手上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。你想把我怎么样？痛快点动手吧。长官，这个女人非常狡猾，千万不能相信她。英子，放开他。是。我早就听说丽莎博士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就是个小辣椒，今天终于领教了。野川雄先生，您就别恭维我了。你们把我抓来又不杀我，有什么用意就直接说吧。丽莎博士，我非常欣赏你这种直率的性格，那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吧。丽莎博士，我真佩服你，刚才还跟我伶牙俐齿，现在恐怕连半点尊严也没有了吧。我的尊严在自己的心里，不是你们这些禽兽可以践踏得了的。丽莎博士，
我知道你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人，不过你想求死可没那么容易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都必须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。对于这次行动的失败，我负有主要责任。丽莎小姐，请往上看。
绝对不会跟你们这些无耻的战犯合作的。哎，伊莎小姐，我们大日本帝国想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不过这款4S90只是个半成品，我们还需要你来继续完成它。我说了，我死都不会跟你们合作的。